今天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这款枪。首先它是送这样的一个收纳包，这里面一共是有六个按摩头，包括这个比较软的这个空气压缩按摩头。整个枪拿在手里面特别有质感，特别是这个灯光就特别炫酷。然后下面这个是数字电量显示，然后我们这个它是有三个智能击打的模式，就是你调到这个档位之后它就是自动运行，一个是递增曲线，还有一个是递减。递增模式的话它就是转速这样慢慢增加，力度还是非常强的。然后长按就是调到这个手动的模式，一共是有五个档位。然后我们这个枪它是18个月质保，就是你买回去18个月之内出现任何问题，然后我们都是直接换新的。